I love this. merci, au revoir. Je suis fausse. 欢迎来到 Moos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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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频道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去哪里？我要去一个叫 Cosplayer 在尼斯的旧城区的市集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去看看有没有好吃的喽。首先要先听一首音乐 ，OK， 现场 Our Life。周晨音乐，还有 Brother， 根本是最美好的东西。我们现在就已经来到 Cosplayer 这个市集了，就是只有9点到12点才开，所以我们刚刚爬起来，真的是爬起来赶过来看一看这个市集。那这里有什么呢？到我现在来看呢，就看到有草、花，还有人，其实很多人了。对啊。还有可爱哦，看不到，还有很多很多很多人在，大家都在看。我应该买这个，可不可以便宜一点？便宜一点吗？必须要便宜一点点吗？不要这样。然后还有一些 jam jam 跟 jam。哎呀，你不多不多哎。你就是远海的城市，我们当然要吃这些海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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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最爱。哎 ，Will， 你买了什么？有生之现打的，我跟他说 Messi， 他跟我说生骨的。哎，你在一起买，都过不去。你不知道好不好吃？他那么多人买，就是好吃啊。对，有那个猪。是你的。哎呦，我们把打完嘞。呜呼。他怎么念 ？Soccer。我吃完就在这里拿出来，好像加这个的，大块的饼加给我们，好多哎，爽啊 ！Maxi， 耶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前往海边。是跟你介绍一下世界上最蓝的海滩。就坐在这。我今天要到回猫的口。你找交流一下的车，你知道在哪里？不要笨了，真的远。不想不想，你自己去。那你不去哪里？自己随便走一走啊。那我不喜欢猫的口。哪里？我可以在这里拉一天啊。猫的口最方便了呀。快不快到我？有时候呢，一个饼，一瓶水，加一个好朋友，美丽的风景，就是那么简单。哎 ，Will， 为什么那些格子都在我们旁边？还是我们是同类，不是说鸟？哦，没有，英国三只鸟。这个就是傻鸟，跟那些是一样的。哎，人家说这里有很多裸女，我只看一个而已。还可以继续看，只要内心的等。好，说到自己好变态。不会，健康。健康嘛，好，我也脱好了。脱完衣服，吃完那个饼，喝完水以后，我们现在就已经来到 Castle Hill， 然后一边走啊，继续走吧。好，啊，这里放了。然后刚刚坐在那边很久都没有拍照片，然后令我想到一样事情。刚刚就是 Will 在说，你都不 appreciate 不拍东西，我就想到我以前跟前女友一起去旅行的时候，去到那边风景很美。然后他只是在拍那些东西，拍来拍去，然后没有眼睛看，然后他都没有用自己的眼睛，看，都没有用自己的心去感受。然后我就说他，哎，这样拍你都不看有什么意思？然后他很生气，他跟我说分手。对，然后我就哦要分手，要分手，然后又要说那些青山叮咚外的东西。我那次是最后说了那些青山叮咚外以后，我都没有分手，但是最后前女友就是已经分手了。所以这不是说他怎样怎样怎样，我希望如果你们看到这些风景，花一点时间，不要只是拍照
拍影片，把自己 post Instagram， 把自己拍得很美。我想你们跟我一样，用自己的心、自己的眼睛去感受那么美丽的风景。I love Nice。现在呢，我们旁边有一个 I love Nice 的那个 sign， 我要站在那些拍照的人后边。我知道我们这个 vlog 里面一直说 nice nice nice， 这是很好笑的嘛，因为它的拼音可以读 nice， 可是这是一个地名，所以读 Nice， 所以不要再念错哦。可是呢，就是因为讲 nice 真的很好笑，就感觉你是能草包呀。所以我们现在看到那里有一群人，我看到那一群人，对。然后我们要走到他们的后面，大喊 I love Nice， 然后就走掉。好，就这样。好，就这样。I love Nice。没事，好笨。然后旁边有一个，好大。What the heck？ 对，这里。好，我们这次来到尼斯，发现一个在古代很久很久已经很小数很小数的民族，是叫隐形人。隐形人就是 literally 隐形，但是是看不到他的。我没有想到我这次来尼斯住在这里，想不到隐形人住在这里。我们不要去动他，他等一下会把我抓起来。老实说，我真的不知道可不可以拍他，他等一下走过来。你看着我，不可以这样。怎样？已经已经来抓我了，觉得不行，快点走，快点走。他应该没有追上来吧？我现在已经安全了，因为安全的话，我就可以继续 the vlog。然后有一个超级奇怪看着我，他们不是隐形人，可能他们也想来抓我，要继续跑，快跑走！逃过那个隐形人的追踪的以后，我们终于跑到上面，然后再高高在上看那个尼斯下面伟南的海洋，还有他的城市，尼斯就是那么美。现在要去找东西吃，但是快要下雨了，走快点，刷牙，刷牙人来不及，快点啊！真的下雨了，真的下雨了。好，进去了，进去了。好了，我们随便进去。好，下雨，下雨，就要快点进去。坐里面吧。就是天气好的，应该坐外面啊。要不要坐外面？没有，但是现在天气不好，坐靠里面一点。你觉得 OK 吗？那边好一点，是不是？我觉得很凄凉，没到气了。你 OK， 我就 OK 了。就是这样，我先点东西吃。小时候要给人家欺负，才可以变得我这样，有什么防震的头？去哪里防风、防震、防水？功能卷毛就是这么简单。英国干帽卷毛杯子，英国干帽卷毛杯子。好了。再高级去吧，不要笑得那么大声。我们现在回到食物，我们的食物已经来了，超级浮夸系列。那给我那么大的碗干嘛？大家都知道是超级大的碗，超级大的碟，然后超级小的食物，超级大的，然后超级小的食物。但是我觉得应该吃起来应该蛮饱的，我很兴奋。还有我们叫了这个蛋菜。因为在尼斯呢，就是近海这些海鲜是一定要的，还送我们一个 surprise， 好兴奋啊！我们刚刚吃完饭，就好像我们刚刚做的一样，直接跑进来，因为下雨，就好像看到你们现在看到外面超级，这是超级大雨的，一年300天都不下雨，就只有65天下，然后今天还下特别大好冷，所以我跟 Walker 来到这里。就是那个65天，哎，为什么来到你的 vlog， 因为我的中文讲的好像是怪神一样，你对不对？你真是奇怪的中文，我真是很努力的学，做的好不好？你们觉得呢？没有，我要反问一声，因为我今天是牙酸人。对，他现在今天他是一个牙酸人，他做的中文做不好是没有关系的，因为他的牙酸。好了，所以现在我们要。我也不知道要怎样，要回去饭店，但是要怎样回去都回不了，所以有时候最好的策略，你看我拿着亮亮，拿着非洲的，你的脸根本是比我白一点嘛。好，等一下，所以就说他是牙酸人，我是
超级功能卷毛，防水、防震、防风，就是那么简单。所以现在要怎样，我也不知道。等，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等，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等等等等等 ，Lucy 只会等，要等明天发片了再等哦。哎，但是不管了，看你常常不会对焦，然后那个镜头就会怎样，常常晃来晃去。哎，不管了，我们去找 Eddie 问一问，这个影片好不好看 ？Eddie， 干嘛 ？Eddie， 干嘛？你在哪里？干嘛 ？Eddie， 干嘛？哦，干嘛？为什么？在哪里？隐形人，他是不是隐形人？干嘛？有人在碰我。是不是隐形人？肯定是隐形人。隐形人。干嘛？这影片好不好看？不好看。我听到隐形人 Eddie 在我们的心里说不好看，那没关系吧？我们下一次见。这个频道第四个影片，我每一个礼拜发一个影片，所以就是说我跟我自己走，努力的走，跟 Team W 走，已经走了一个月，很快哦。今天我把我自己的影片都看了一次，你们说的没错，有很多问题，那些镜头没有对焦啊，拿那个镜头好晃啊，等等等等，很多很多的问题，但是。我觉得我主要我想把我自己的活力真实的自己拍到出来，然后放下来跟大家说，世界上有一个人那么有活力的人，你们看到的时候很开心，你们说一句开心我也很开心哦。所以下面有一个这个东西按下去，还有那个红红的有一个字，长方形的这个字按下去哦。所以我们下一个影片见。